刚刚一共是坐了一个多小时，准备从这边下车了。可以看得见这边下车的人还是挺多的。襄阳呢也是湖北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，应该是排在前三的一个水平。这边就是出站了，出站的人挺多。住宿还没定呢，他这个出站的这里还有一个卫生间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啊。我感觉这座城市还是非常便民的。出站还有一个坡，这样提着行李比较多的比较麻烦。外来务工的人员比较多，都是这个大包小包的。现在出站都查的比较严格，出站有一个补票的地方。他这边还有一个行程码呢。不过出站也能明显的感觉到这座城市的大气啊，这个道路建设确实没得说。它这边是有电梯的，从这边上电梯。在这个天桥上呢，给大家整体来看一看这个襄阳火车站。它这边也是停了很多的这个私家车。这边就是出站口了，后方就是一排排的高楼大厦。你那个房间有便宜的吧？和邻居看不上眼也说，好吧。哇，看一下，都是在一楼吗？一楼，三层房间。一楼有点吵。啊。一楼是有点吵。是吧？对。出去吧。嗯。这是这是你孙子、啊、嗯，多大了？两岁半。晚一点啊。你我也不用住这么好的，反正就是将就，就是便宜一点的就行了。有没有30块钱一晚的？我跟你说啥，你能不能帮你好好帮你？我知道你们房间好，我这家10块钱，10块钱可以吗？我不用加多。行是行，看一下有其他房间没有卫生间的也行啊。这都有卫生间，我们这都包间好啊，都有卫生间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我们都是买楼梯式的，各屋20块钱。就只40，你说这个40就只有这个房间，这边这个房间的单间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128的。哦，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房间是40块钱？不是，你跟你说的，你稍微多加一点，哎，40块钱。你那个1米8大床。那我也无所谓的，我。你看我换了个单间，你都拆换的，我的盖都拆换的。嗯。一人一周一换，卫生间热水都有。哦，卫生间。嗯，热水都有。哦，你的意思就是40块钱？我这主题价，我这买了70块钱，你看我跟你说，我一人一干了，我给你找便宜点啊。嗯，便宜点行吧。嗯，你搞多少块钱？我网络也好吧，网络。嗯。这里网络好吗？网络。网络好。网络好。现在都能连。网络好就行。嗯。网络好就行吧。嗯。那我就住一晚上吧。你现在网络连上就行，连上两个去。嗯，行吧，我相信你，那我住一晚上吧。嗯，好，那等一会儿放你就可以了。哦，行。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安全问题嘛。如果说你不安全的话，说实在的，都没人住。对，因为现在尤其是刚刚下两三点天，我们都有监控，如果都有监控。嗯，有监控就行。嗯。40块了，我住先住吧。如果我住的好的，可能还住一晚，先看看情况吧。可以，没事。嗯。我给你说阶梯价了。分行业支付收款40元。40块钱。哦，我一拉牌子啊。不用了，我不用。我有。不，门上的钥匙你出去、啊。
哦，钥匙啊。嗯。哦，行行行，好好好好好，你拿钥匙。你身份证我登记一下。哦，好好好，你这个要身份证登记。嗯，对，我给你拉台子拉出来的。哦，好好好。我不用鞋子，我不用鞋子，全部都不要。啊？我不用鞋子，我不用，我自己有。我给你拿个钥匙，说明的钥匙。哦，那钥匙可以，钥匙可以。哦，好好好。其实我得到 WiFi 的，得到 WiFi。哦，好好。嗯，183-87幺七。哦，行，好，谢谢。幺六在央子门。好，我自己。哦，你们等于是只卖五个房间，嗯，自己家里面的就安全嘛，放心嘛，对，这个大家都住得好，对，好了，好，行，感谢，我反正我下次住得好，我还会过来嘛，嗯，平时如果说不是这个疫情难做的话，你这个房间大概卖多少钱一个晚上？你要租也可以找便宜，要不就卖80，一般1000。对，你要是你平时要来，我们也给找便宜，我们天天买60-50，天最低都是50块，但现在就是生意难做，人不多，就。我刚刚说，我说你是住的重点房啊，我给你找的便宜。哦。哦，你又说住一晚上，住一晚上上了，叫你出啥了？嗯。行，这个还是。下次再来的话，稍微多加一点。对对，我下次我来，我肯定。一个是找旅馆也麻烦，是吧？嗯。第二个呢，也很难碰得到这种实惠又放心的这种旅馆，啊，所以说这样一举两得。你这样这次给我优惠了，我下一次来的话，我肯定毫不犹豫。你可以有人的话，我可以双人间两个床的。好好好。给我啥你说啊？好，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房间吧。它这个房间这个床挺大的，这个让我很意外。这是我住了40块钱的小旅馆，我感觉这个床是最大的一次。哇，1.8米，它这个环境卫生也是挺不错的。我就一个包烧水的也没有想象中的不干净，还行，还挺干净的。这里有一个电视机反正我也不看了，我在有 WiFi 就行了。最主要的就是它这里还有一个洗手间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还可以。这边还有一个镜子呢，热水器，不知道能不能洗澡，应该有热水吧？啊，它这里标识是有热水的，那就没问题。看一看这个房间吧，这个被子看上去还算干净吧，待会我自己套一下。反正一般住这种旅社，我都会选择自己套一下。它这里的洗漱用品还是挺齐全的，牙膏、牙刷，有这个纸巾、毛巾，先把这个放一边，因为我现在也不用这些东西。它是一个带内穿的，外穿的话现在是卖了50块钱。就希望晚上的时候不要吵就行了，反正是整体来说还行。现在把这个床铺铺一下。